我和三年前的荧幕女友重聚一个公司，而且一起出差了。晚上我们一起出来散步。谢谢你。你俩给我说什么事？一会儿。那吊胃口干什么呢？小朋友好多啊！快说呀！不是，小姑娘，小姑娘吓跑了。 我本来就是剧本啊，都是剧本哈，兄弟们，都是剧本，别认真。视频是剧本啊，人不是吗？看来吧。嗯，哎呀，好看。看我拍的好看啊？哎，是这样好看，是这样好看。穿上吧。显摆。说话老气人了。所以想说什么？你想问我什么？ 你别老问我，问的时候我就会问了。我问的时候就会问。你喜欢过我吗？那你呢？我先问的你。那你觉得呢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好吧，换话题吧。刚刚说哪儿了？好多人，评论区我都看了，好多人都在问干什么去了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 这是咱俩同时进行的一下，就是我解约，他出国，然后呢，我解约没有给他说，他出国也没有给我说，隔了两年落我手里了。三年整。三年，三年整。就是8月29走的。六啊！背地偷偷看着我呢。我擦，没表白过。怎么？你现在想表白？ 真难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来电话，真来电话。<笑>你好矮，腿真短，天哪！啊，咱俩的裤子是一样的。 哎，你把腿伸直。你动。哈哈哈哈哈！嗯。你还有啥想说的吗？没有了。我给你唱首歌吧。行吧，我听听。那你给我哭一个。呀，你唱啥？我得听听。 与你聊不完的曾经，而我已经分不清，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。你怎么还真哭了？没有，灯光刺的，灯光刺的。 你别哭呀！关了，关了，一会儿不要拍了。我拍我自己不行，你擦擦眼泪。<笑>这点出息，不是太亮了，你让兄弟们看看太亮。我怎么？我怎么没有睡？你戴的眼镜呢？我也没有睡。走吧，回去吧。走。那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走吧。你觉得呢？走吧走吧走吧。走吧